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觉照您的佛性般若，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各位善知识，天台寺教义现在讲到最后的止观的正修，要正修止观之前，先具备25方便，就是前面的要修止观的事先准备。那么这个25方便，第一，具五缘，就具备这5种条件呢，对于修止观才能够有所成就。具五缘，第一是持戒清净，第二衣食具足，这2种上次讲过了，现在又讲第3，闲居静处。正文在第37页，第37页翻过来，从后边算来第2行，3，闲居静处，不作众事明闲，无困恼处明静，处有3，立衣食可知，是说第3个，这个助缘，就是具五缘的第3。那么要正修止观，要修十圣观法。第一个具五缘当中的第3，要找一个闲静的地方啊，来安居，就是住方面，来衣食住。前面讲了衣食事先的准备，现在就是在住方面呢，因为刚刚初学发心修止观打坐，那么如果没有静静的话，很难成就的。因为人的6根，前5根，很怕外5尘的这个杂音杂境啊来扰乱，那么心就静不下来了。所以初学的人呢，如果在专修的时候，必定要先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才能够好好的学习修止观。所以需要有闲居静处。闲，什么叫做闲呢？下面这个文字里面自己有解释说，不作众事明闲，这是指定期专修的时候，要把平常的一些杂事把它卸下来，停止下来，做专修的打算，那么必定要排除万难呢，使这个身心能够安静下来。所以不做重视就叫做闲。身心既然能闲了，住的地方啊要有一个静静，所以无困恼处明静，困就是烦乱，
闹动反乱的地方，例如都市，好像菜市场那个地方，人多，声音很杂，很烦乱。您在那种环境里想要修止观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眼根耳根都被这个外面的情境拖住走，心是静不下来，所以必定要找一个没有这个杂乱这个纷繁的地方啊，就很安静的地方，才能够做这种的静坐的工作。那么前面一跟十各个有三种，就是月三种根性来说三种的衣食。那么住啊，这个闲居静住住的地方啊也有三种，所以说处有三，居住的地方处这个处所有三种但是这个三种啊在正文里面没有写出来。他说立衣食可知，就是以前面的衣方面有三种根性，上中下，饮食方面也有三种上中下，以此为例啊就可以知道了啊，不必再说。不过这个例啊如果对佛法没有深入的人是还是立不出来的，还是没有办法了解的。现在就是以上面的三例呀、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如果是上根智上根人，他要找个安静自修的地方啊，他会到这个深山幽谷的地方去找这个深山的里面呢，路途很艰险，没有人到没有外人到的地方就比较安静这个地方是最殊胜的。所以中国佛教所有的寺庙啊在古代差不多都是建筑在深山里面你看看大陆的那些名山道场像五台山很深山了，从山脚下爬到山顶上就好几天了那么就是稍微小一点的像天台山南海普陀山，在古代啊都是很少有人到那个地方去，那种深山的地方做进修的道场那是再好不过了。这是上根的人能够住深山初学的时候需要这种环境啊来帮助他才会有成就的。这个境界是最殊胜，就是深山里面你看这个禅宗的道场百丈禅师住的百丈山那么其他好多啊都是在这个深山里面例如云居山这些地方啊都是距离人间人住的地方距离很远的，那么要进去得好几天的。那么住在这种深山里面的人，那么他的饮食啊都是靠山上的现成的，就是草果木食呢，就是立前面的这个食的上根可以知道他才能住。假如吃不了那种苦头啊，那是没有办法的第二种中等根性的人，您要叫他住这种深山，住还比较可以忍受啊，就是饮食方面有困难，您要叫他住这种深山他会觉得困难了。那么因此他就可以找一个距离都市不会太远的在古代尤其印度他们托钵七师只要距离都市大概是三里路远，两三里路，那么每天出来都市里托钵一次啊就方便了。所以大概距离城市三里路那个地方人也比较少去，也能够安静下来就是平常也没有什么杂音那么找一个兰若
进出啊，盖个小茅棚，在那个地方进修，那么可以去托钵，或者是由世祖供养，这样子也可以进修了啊。那么在古代啊，没有这个各种的电气化的这个东西啊，人的声音再大呀，所能听到的范围也是不多的，范围很小。那么不像现在有麦克风，这个是一种很打岔的。例如乡村里面呢，虽然是偏僻的地方，可是他如果是要有什么这个要宣传的工作，那么他用这个扩音器麦克风，那么这个声音就很大了。三里路有的时候十里路也还能听到，现在要找这种近处，比起古代来就要难得多了啊，因为现在的这个音声可以扩大到很远的地方能够听得到啊，那么因此你要找一个完全安静的地方，也不只是三里了，从前是三里路就可以，这是中等根性，这种地方它就可以静下来这个安居静修了。第三种就是下根啊，第三种人呢，你要叫他住那种地方，像这个深山固然不能，就是距离城市三里以上的地方啊，人比较少到的地方，那么对于这个接受人家供养啊，或者是要托钵呀，他都会觉得比较有困难。那么那怎么办呢？可以住在寺庙里啊，如果是出家众，那么只要距离都市不远的地方有寺庙啊，那么寺庙里面找一个单独的房间，自己能够静下来，也可以用功自修的啊。那么这就是随便任何凡经啊，只要能够静得下来那个地方就可以做学习修止观的道场啊。那么现在要找这个净处啊，就已经觉得很困难了啊。那么就是尤其在家人，在这个家庭环境里面，你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就很大的困难。那么如果要专修，好像打气一样的刻气的定期专修啊，那必定要找到安静的地方，乡下或者是山间啊，这个寺庙啊，那么可以做专修的道场。如果自己家庭里或者在都市里面的环境，那是没有办法的。都市里面纵然有寺庙啊，只可以做弘法的道场，也不是修行的地方啊。这修行的地方不能在都市啊，因为都市本来就不是修行的地方，人多杂乱啊，尤其都市的地方啊，有些闲人啊，那么没有事啊，他就喜欢跑到寺庙里面去啊，找你聊天。好了，这一聊就是半天啊，那么这样子浪费好多好多时间。所以都市的寺庙要好好的专修，恐怕就要比较难得多了啊。那么如果要专修，必定要定一个期间啊，最少七天或者是一个月两个月，找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安静的地方去用一番功夫啊，那么这样子啊才能够得到一点受用啊。那么平常修止观修行啊，那就不必这样子了。假如你平常是也要这样子找近处，那就有困难，那只能随个人的环境，随个人住的环境，自己呀、啊、在这个闹中取经，想办法找出比较安静的时间呢、啊、来修啊一段时间。例如说早上不妨早一点起来，如果你要学习打坐啊，要学习打坐，在家人呢、啊、那么差不多早上一般人没有那么早起来，自己可以提早，例如说一般人都如果是6点钟起来啊，那么家里的人或者是5点6点才起来，那你就提早半个小时，或者是4点半，或者是5点钟起来，这个时候家里大家都还没起来，比较安静啊，自己就可以呀、啊、实习打坐啊，
按照小止观的方式好好的去学习打坐一段时间，半个钟点也就很好了。每天早上能够抽出半个钟点来打坐，就可以得到一点佛法的受用了。只要天天做天天做，不要贪多。那么假如说每天早上起来能做个半小时，那么晚上临睡之前能够抽一点时间也做一段时间，静坐的时间，不管你是修念佛也好，修止观也好，只有这么一段时间来静坐啊，天天坐，要发很长心啊，天天坐，不要贪多，久而久之啊，也会有成就的。我听过几位在家居士修止观，他都是利用这种时间，因为你要他去深山定期专修，他是不可能。一方面事业方面没有办法跑开，一方面这个家里的有许多事情啊，他也跑不开。那么因此你必定要找一个定期的时间去专修，他做不到。那么只有利用这个早上提早起来，有空闲的时间自己想办法，这样子忙里偷闲呢，那么几年下来，他在佛法里也得到很大的受用的。所以这个时间呢，要自己去找，自己安排啊。那么出家人也是一样的，假如你要学习打坐，那么不妨自己提早起来，或者是功课做完了之后还能够抽时间能够静下来用功，也是可以的。但是寺庙里啊，比起家庭来应当是要方便一点，比较容易了。为什么呢？他们没有家庭的这个繁杂的事情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好了之后啊，剩下的时间自己可以想办法去安排啊。那么这是第三，闲居静处啊，找个安闲的时间地点来做学习打坐的工作啊。第四，西住远屋啊，看住正文。西住远屋，这是具五缘的第四种，要把所有的缘物把它停下来，细仔细把这些缘物杂物啊仔细下来装修。您纵然又具备上面三个条件了，假如你自己的缘物不静下来，那么你的止观还是修不好的。那么现在些缘物呢，正文里面写说，系生活，系人事，系工桥居住等这三样事情啊。诸者多也，就是我们日常杂杂很多的事物啊，要专修的时候要把它仔细下来，暂时停下来啊，万缘放下，专一其心来用功。惜生活，看这个文字不要误会了啊，不要以为那不要生活，呼吸要停止啊啊，哪有这个事情哦？这个惜生活呀，这个生活两个字太简了，就是做这个维持生活的工作。我们平常有维持生活的工作呀，是农工商啊，比如说做官的啊，或者是做农业的啊，或者是做工的，或者是做生意的啊。那么你这个日常维持生活的这些工作啊，在专修的时候要暂时把它停下来啊。所以这个小止观里面叫做自生远屋啊，这个叫做细生活呀，很容易使人误会，应当是仔细自生的远屋啊，就是治理生活的这些杂杂事物啊，你的工作暂时把它停下来啊。如果是做农业的人，种田的，也许他还能够抽些时间，因为他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啊，或者是碰到下雨天呢、啊，连续下过几天雨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利用这个下雨天去啊，可以做自己用功的工作了，就可以暂时停止。做工的人，他有放假的时间，也可以用了。那么做生意的人就比较难讲了，因为他天天要做生意，例如卖菜的，一天不去卖他就不行了。那么如果是这样子做生意的人啊，
要把它停下来就好像是比较难一点。不过现在都有公休，但是公休只有一天呢，专休一天是不够的，那么如果是公务员呢，他可以请假的，请假，还有人在学校里办事啊，他可以请好久的假，这个就方便了，请过七天、两个七天、三个七天，那么在深山里面好好的静下来用功，这就太好了，真正要修行的人，如果能够在学校里面工作呀，好像他的修持的时间总是要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修生活呀，就是修自身远悟，就是日常生活的工作，因为这个不做就没饭吃。必定要做才能够生活，但是如果觉得我生活的这个需要啊已经够了，那么可以呀、停个七天、半个月，那么来专修，不会妨碍到这个生活问题，或者是在家人家庭生活呀，我已经都准备好了，让家人呢、不会有什么问题，那么我就可以抽出几天呢、来做专修的工作，所以第一。是这个自身的远悟，第二是人间远悟，这里叫做是人事，什么人事啊？就是亲戚朋友啊，彼此来往啊，或者是你自己去找亲戚朋友，或者是亲戚朋友来找你，这个应当是可以歇下来的，假如亲戚朋友都是彼此相知的。你不妨事先告诉他，我从哪一天开始到哪一天我要专修啊，你不要来找我啊，那么过了这个时间我回来以后你再找我啊，这个人事啊可以想办法把它指下来的，那么自己当然就不要去找这个亲戚朋友了，不要自找麻烦啊，就把这些世间的人事方面的工作呀暂时把它停止下来，事先要跟人家说好，我这一段时间专修啊，你不要来打岔，这就行了。人事，就人间的事物啊，就是攀缘了，不去攀缘。第三的是工巧技术，这个所谓工巧啊，就是做种种的技术方面的工作啊，例如说雕刻、画画啊。书写，或者是做医方，学医，或者是这个做世间的这个著述，或者是做这个算命，卜卦，看相，种种，这些都是属于工巧方面，都是属于工巧方面。出家人不会去做这个医务啊，或者是算命啊这些事啊，但是我们中国佛教很奇怪的，一般人把这个出家人都看成万能了，他好像认为这个出家人呢、他多少总有一手会看看相，或者是算算命，那么好像这本来在佛法里面呢，出家人对这一类。看相算命啊是邪命，属于邪命的，可是我们中国佛教一般的社会人的人呢、他不懂得这一套，他看到出家人呢、他就要你替他看看相，或者是替他算算命，这个事情我碰到很多啊，我以前到各地方去讲课啊，经常坐车子，假如你坐计程车啊，那司机就看到你是个出家人啊，以前还没有六合彩大家乐，以前呢、都是看到就是说，哎，师傅啊，你替我看看相啊，看我能不能发财啊。这个事情我碰了很多啊、我说我不懂看相，哎，我问过好几位这个师傅啊，他都会替我看相啊，那你怎么不会啊？觉得很奇怪，可能他所碰到的出家人呢，十个有八个会看相的，只有我这一个，可能另外还有一个不会的，啊。那么因此他就觉得好像出家人都会看相，懂得这一套的是不少了啊，好像在古代的人呢、就是出家人他也懂得这一套啊，为什么呢？你不相信你看看那些禅宗的语录，那些禅宗祖师啊，有不少啊他懂得这个人相学的
很会看相。那么他看相怎么用呢？说一句白话呀，收徒弟，收徒弟很管用啊。他这一看相，看这个徒弟行不行？他如果觉得这个相貌不行，他不要。所以呀、古代的那些祖师们好像有些都是懂得看相。不过我觉得他这类看相可能不是用相学上去学的，不是什么蚂蚁相啊、牛庄相啊，不是那一套，可能是凭他的自己的自觉的境界去感觉出来的，如果是必定要按相说去研究啊，那是一大学问呐、那么因为我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那么我也会偷偷的看看相书，哦，不给人家知道，我也看看相书，是不是真的懂得这一套有什么好处啊、那么因此如果你在专修的时候啊，你把这一套都要把它摆下来，都要摆下来，因为你如果不把这些技术工巧把它摆下来的话，你心静不下来，心静不下来，你一直修只惯，只惯不修修的看看相去了，那不糟了吗？啊，那不是修的看相惯了，不是修只惯，所以必定要把这些呀、习惯把它暂时摆下来啊，这是细工巧，在小指惯里面还有一个，不但是这些工巧技术要停止下来，同时还要把那些读书啊、研究学问呐、作诗作对呀、这些文字方面的工作也要整个停留下来。所以正文里面基础下面有个等字，它这个等字啊，就是这个道理没说完啊，没说完。除掉这个技术工巧的种类多之外，另外还有像这个文字方面的，有些读书人呐、他一天到晚都在作诗啊，或者是写文章啊，忙过不休。那么这样子，如果把这些文字方面的工作你不把笔放下来的话，修行也修不好啊，所以从前有个老人呐、他是个文学家出家的，虽然是出了家了，他也很发心念佛要求生西方，可是他作诗啊就没有停的，碰到有机会他就作诗。有一次碰到一个老修行去见他，他一见面呀也作了一首诗去那么捧这位老修行啊、说他的好话，那么这做的当然是很好观了啊、那么这个老修行应当看到会很高兴才对啊、可是这个老修行不但没有高兴了、反过来呵斥他一顿啊、那么反过来他就问说，您是为了作诗才出家的，还是为了了生死才出家的？不过他也很老实说，我是为了要求了生死，念佛求生西方啊，所以我才出家。那么好，那你既然是要求了生死才出家，你看到我就作诗，你看到阿弥陀佛作不作诗啊？那你临命终时啊，无常来了，你作不作诗啊？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假如你这个作诗的习气不摆下来的话，将来你往生也是有问题，把他呵斥一顿啊。那么这就显示啊，如果你在专修的时候这些都要摆下来啊，文字方面写文章作诗作对啊，那么统统都得摆下来。总之呢，万缘放下，万缘放下，所有一切的缘物整个放下。不但是念佛的人应当如此，修止观参禅修一切法门，在专修的时候啊都得把它摆下来。所以在打气的时候啊、不但是要把这些杂事放下呀，同时还得不讲话那么这样子才能够专一所以这个具五缘的第四啊，有四住缘屋啊，虽然具备上面三个条件了，第四要把自己这些杂杂事物都把它摆下来，专一其心啊，来做修行工作，才会有所成就。第五，尽善知识，看就正文。五，尽善知识有三，善知识有三种：一，外附善知识；二，同行善知识；三，教授善知识。善知识就是帮助我们修行，
啊，他们能够勉励鞭策我，啊，以我修行有帮助的，这个就是善知识，啊，你有错他会啊要你改，你有好处他会勉励你，啊，第一种这个外附善知识啊，就是平常说的附法呢，例如打气的时候有附气，啊，那您在专修的时候也要有外附，啊，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你的饮食最起码饮食方面必定要有外附，有人帮助你。假如没有人送饭给你吃，啊，饮食方面有缺少的话，那你修行就没有办法做好了，啊，所以法轮未转，食轮先，啊，转法轮呐，啊，法轮还没转之前，食轮要先转，就是有饭吃才能转法轮啊。比如说，如果没有两碗饭给我吃，我怎么能够讲经啊？饿得肚皮不能讲，修行也是一样的。假如肚子里面唱了空城计，那么你叫他修行，他修不下来的，他老是肚子饿，就是在烦恼了。那么因此啊，只是饮食方面，别的不说，饮食方面你必定要有外附帮助你，否则的话，这个条件就不够，那么用功起来呀，就会发生困难。那么除掉饮食之外，其他的日用各种啊，啊，免不了有一些零碎事物啊，所需要外附啊。那么这个外附善知识啊，就是啊，经营供养啊，那么保护帮助这个修行的人，使他不要起烦恼啊，这样子啊，他这个道业才会有所成就。第二叫做同行善知识，这个就是所谓同参了，同参道友。修行啊，要有同参道友，没有好的同参道友，道也不会有成就。所以藕益大师他的净舍名啊，第四就是善友为一，他这个四句话就是说，持戒为本，净度为归，观性为要。善友为一，善友就是善知识，修行啊要有善知识啊，来依靠啊，来互相勉励。人总是有惰性、懈怠、懒惰的这种习性啊，人总是有的啊。假如是自己一个人嘛，没人管啊，我疲劳了，我爱困了啊，躺下来休息一下啊。那么好了，如果没有人勉励你，这一睡一睡了半天了，时间就睡光了啊，或者是我做做杂事吧，那么也没有人管，那么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这样子对你自己修行的道业有很大的打岔。假如有同参道友啊，人总是有竞争心啊，有向上的心，看到同参这么用功，哦，他才拜佛，他在打坐，他在用功，我在这里懈怠，怎么对得起自己啊？赶快去用功。这看到同参道友用功啊，那你就不好意思不用功了，那么所以这个同参彼此会有互相勉励帮助的作用，那么必定要有志同道合、同修一个法门的同参，而且志愿相同，那么日常生活大致都差不多啊，不会相差太远啊，无论是饮食、住处、各种的生活大致都能够调和，这种同参道友住在一起啊，那你才会安心修道。修道如果这个同参的个性不同，饮食的习惯不同啊，同参呢，也会发生困难啊。比如说吃饭方面，你有两三个同参在一起，一个要吃辣的，一个要吃甜的，你嘛也不吃辣也不吃甜，总是要吃咸的。好了，三个人吃三样东西，那么每一餐吃饭都要吵架。哦，这个不吃辣的，你吃到辣的吃不消，要吃辣的，没有辣的他不吃。好了，天天都要 找麻烦。饮食方面，大家不要说是是不是同刀了，修的就是一样啊，吃的不一样也会发生问题啊。我曾这个40年前呢，有一个地方
将近40年，是在我25岁的时候，有一个地方，那么两个老和尚住在一个房间，这两个老和尚呢经常在吵架，他为什么吵架呢？一个是瘦子，一个是胖子，胖子怕热，他经常啊就把窗户打开，瘦子怕冷，这个窗户一打开呀、风一吹，他就就感冒了，他吃不消。所以胖的把窗打开，瘦的把它关起来，好了，两个经常吵架。假如是这种同参道友的话，那只是同参吵架，那也没有办法修行。他为什么呢？两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他不是什么不一样，因为他的身体的感受情况不同。胖的人呢、他怕热，经常要开窗，瘦的人他怕冷，怕吹风，一吹风就哈啾，那么就要感冒，那么因此他经常要关窗。好了，两个人一个关一个开，一个开一个关，好了，经常在做开关了，结果他也是共一个房间呢，静不下来，结果经常吵闹。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人一个房间，假如他一个人一个房间的话，他就没有这个问题了。那么这个原因啊，就是在当时的环境是没有办法的了，那么现在比较容易了。所以出家人呢、差不多都是很孤僻，差不多都是有这种个性，他一个人喜欢住一个房间，两个人在一起经常就要吵架了，那么这个同参道友必定要志同道合，不但是志同道合，饮食日常生活习惯大致差不多，不会相差太远，纵然少少有一点不同啊，彼此能够互相忍让，也不会出了麻烦啊，所以呀、这个要有好同参啊，这就所谓同行善知识。第三，教授善知识，这是老师师长啊，您单一个人在自修，着魔你还不知道嘞，观世音菩萨来跟我讲话哟，那么说我什么时候会放光哦？就说叫我在这个大山上啊，很高的山啊，让在那个地方跳下去就成佛哟，这个很危险，变成自杀了，这种事情是有的，50年前就曾发生这样事，还是日正时代。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呢、他一天到晚只是盲修瞎练，很用功修行，教理不懂，教理不懂，一天到晚都在念大悲咒，应当持大悲咒很好吗？可是他碰到境界，他着色着相，结果呀，他平常就是有这种魔力魔气的情况，有些善知识告诉他，但是他不领会，他一个人住茅棚，结果最后有一天呢，他出来，他就跟人说了，他说观世音菩萨昨天晚上跟我讲啊，叫我到这个狮头山的后边山上啊，这是最高那个高峰啊，从那个地方掉下去哦，就会成佛。那么听到的人劝他说啊，没这个事情啊，成佛不是自杀的，如果自杀的能成佛，世间自杀的都成佛了啊，崇祯皇帝就成佛了啊，因为他也是自杀的，但是他不听。他这个魔入心啊太严重了，真的那一天晚上啊，他就摸到那个最高的地方去啊，就跳下去了，好几天找不到人，结果是这个山上啊，去找这个野草的人啊，找药的人啊，闻到那个臭味啊，那么去找到才发现，哦，这个人啊就死跳下来死在那个地方啊，成佛没成啊，变成肉酱了，肉饼啊，所以这个都可灵，那就是因为没有善知识指导啊，没有老师教导，自己盲修瞎练，最后修的变成自杀，这个很可怜啊。所以修行啊要有善知识啊，那么尤其这个教授善知识比我们高的过来人，他有经验的，您修止观要有修止观的过来人来指导你，你要参禅要有参禅的名师指导你啊，您才会有所成就。所以明朝末的四大师，四位大师之一，止波大师。止波大师他的根性很利，他在禅堂里参禅呢，开悟了，
但是因为开悟之后没有人证明，啊，找不到名字来替他证明，他心里觉得很难过。那么因此他就曾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他说如果我在额头德山前面啊，也许我会成为一个善知识。他就是很慨叹的说，啊，这个时候没有善知识，如果有像唐朝末宋朝初的那一些善知识，像德山禅师，德山玄鉴，烧金刚经书的，还有像那个额头禅师，那么还有像洞山之类这些善知识，哦，或者是雪峰，碰到这些善知识来证明他，那么他的境界就会提高，那么就会有很大的成就。所以这个参禅没有善知识危险啊，所以无论你修什么法门呢，总是要有过来人，比我们高的，他的修持的境界比我们高的，能够指导我们，才会有成就。最起码要懂得教理，懂得教理啊。几十年来，我碰到不少这些喜欢用功修行的人来问，啊，差不多啊，来问的人都是一些不懂教理的，因为不懂教理呀，盲修瞎练，很容易现出种种的境界。那些境界，他把它当真了，一执着了，啊，那问题就来了。所以真正要用功修行的人，楞严经不能不读。尤其最后的那个五十印魔啊，假如你不懂的话，那很容易入魔境而不知道啊，被魔拖住鼻子走啊，跑到魔的境界里面去啊，自己还以为见佛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第五要有亲近善知识，尤其这个教授善知识啊，所以打七要有主七和尚啊来领导，来开导，不管你是禅期、念佛期，都是一样的，要有善知识啊。当然比较起来呀，持名念佛，念佛是比较容易一点的啊，也不一定要由这个善知识指导，只要你自己教理懂了，就有办法修行啊。但是如果有修持很好的善知识的指导，当然是更为殊胜了啊。上面是聚五缘，二十五方面里面第一聚五缘，到这里讲完了。专修的时候要具备这些条件，所以这个住茅棚啊，就是在专修的时间。住茅棚如果一个人自修，没有善知识，很危险的。从前大陆有很多地方都有很多小茅棚，一个茅棚住一个老修行。可是这个住茅棚修行的人呢、啊、都是在大野冯楼里面锻炼出来的，他不是一出家就住茅棚，不像现在人呢、啊、一出家受过戒，自己弄个小地方自己住下来啊，这是盲修瞎练，很危险。他们住茅棚不是的，例如说钟南山的茅棚啊，有几百个茅棚啊，但是他们茅棚不是距离太远啊，每一个茅棚的距离不会很远的，顶多是几里路而已。而这个茅棚自修啊，彼此还会互相照应呢啊，那么也是友善知识亲近，不会啊没有人过问啊。如果单是一个人住茅棚，没有善知识在附近，这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啊。第二，和五欲，上面五种条件五缘都具备了，对内心贪着外境的五欲，这个也很注意啊，这是要靠自己的道力、修行的功夫啊来对治，否则的话很容易啊被世间的五尘境界啊所拖住啊，那么迷不自返呢、啊，很危险的。看住正文，第二，喝五欲，喝就是排斥的意思，啊，并不是说要出声讲话来骂他，这个喝就是内心啊对这五欲啊要有排斥的心念，啊，厌恶他，啊，不要去接近他，
啊，就保持距离啊。那么有这种的功夫啊，才免得被五欲的沉浸所迷啊。那么这个五欲啊，是越五层境界来说，色声香味触五层境界。平常讲五欲是财色名食睡啊，实际上财色名食睡也不出五层境了啊，五层的境界也就可以包含在里面啊。喝五欲，第一就是喝色欲，就是眼见色，眼睛所见的所对的色尘的境界啊。如果身体贪着的话，就会影响到你的道业啊。为男女形貌端严，修目高迷，单纯好奇，及世间宝物玄黄珠之种种妙色等，这是眼睛所见的色境啊。因为我们住在这个欲界，欲界里面就有男女相啊。那么异性之间彼此形象啊，身形相貌端正庄严啊，好看啊，或者是修目高迷，这随便举了啊。修本来是长啊，实际上眼睛长也不见得就漂亮了。哦，不过这个一般说来呢，认为这个眼睛长得好看了、啊、叫做修目啊，高迷就是迷毛啊，跟这个眼睛要距离稍微远一点，接得太近了也不好看，太高了也不好看。如果这个迷毛长到这个额头上，你想好看不好看啊？对，太高也不好看啊。不过这个高就是距离这个眼睛的这个稍微高一点就是啊。单是红色，单纯啊，比如说现在人用这个胭脂啊，或者是豪齿，豪是白啊，牙齿很白啊，那么这都是人相啊，表现出来一种好看的相啊，并且世间的宝物哦、金银财宝、玄黄珠之的种种的这个颜色，玄是黑色，黑的颜色啊，黄色啊。珠也是赤色啊，珠是赤色了，红色啊，紫色啊，那么种种人间认为微妙的颜色会身体贪着的，应当都要远离，这是喝色欲啊。那么生以下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头。
是这个，真的呢，那个做工农业细胞的呢，农业上面的你要的，农业细胞的岗位的呢，你比如嘛，把么，的呢，农业的，比如嘛，把么，那他他妈的，去农个的，这农业的呢，他们的这里把种植下来了，这些话的，这农业的这些老百姓的，比如嘛，把么那他的，包括要管家了。你农业的，比如计划的农业的，等于这位，等于我们把某个五十几年的下水药的，干的怎么几年的，他可能我忙不了这个，家里嘛家里的，一般下家的几年这个，几年这个训练，他吃上年纪没到几年的，吃上年老忙不着，吃上痛嘛总说的，这个几年这个，吃上两个这把马达。我妈说像他妈那这三天我想想的有所有了大的这些忙他这些那啥忙的这个那啥说这里把忙过来里把忙不可杀可怕有的今天这个那啥托他们里把他们的有的这里接通了这里一点忙得把接这里两个这把忙但是通过人们啥子这三天两天有的今天是这啥你那是平庸计划的，等于你那计划的，你那计划等于怎么说？可是我打研究研究设计结果的牛奶的，这就牛奶设计的，我拿来这拿上去，这个做的什么样吧？另外也是东巴说的，这平庸计划的，你那的你把人家话说，也讲了的，那这康松这个叫什么的？东巴的啥马戏法的？人老了，他那大了，对吧？人家吃的红的热嗦，这哪里还没热？脱骨要的别人，人家人这风啊个，这些都平庸上进嘛，叫啥啥了东西啊上，人家把他那个这工给费，那我们做了没钱给，说嘛，俺要种好么的，他妈，他那让人了买来光啊，啥啥了上，真的帮你。这些人不听家呢，这些人不听家呢，做过了就，这些给他新房弄的，上街上这些，这些人看到他亲属就多嘛呢，这些人们呢，他亲属就多嘛的，这些人多嘛，哪里让的，这里让的说就多嘛，让的平衡进步，这些呢，你把看这些多起来，多嘛让呢，这些嘛呢，不是，这我们家里就是说的，三福生之间，多门就是说的。这里东巴马兰的这里就是给我写了这个平庸穷鬼这个人年年搞的这里让个人话也是给我可能是平庸七万的这年年了这里宁波这里长期中间这里这些话公车的宁波可能就不傻这里主客嘛他说我大可能这呢你宁波的这里我大可能我在这里给七八的这人亲人，你用的你马上要杀中他们，怎么你给不着？你用个钱的，你伸出看些帮助的，这里这边的哦，多帮拿，多帮拿，把钱送来啊！这里，这里大概你来接送嘛，大概来了没来了，透过了这边的这里好像搞起了，这些地方他就恐怕有那么一点点搞起过的，这里这些大概因为平庸这样子的。也一头人呢，这里忙过了，这罗马他们就来拍个的，这里哪样给带到了这里？这农业那边搞的设计，他们去，咱们那个设计，他们就住着个国家呢，可是住台湾西域嘛，这设计他们这个差不安逸上，这里什么的呢？这里就给咱们山东设计的招摇的，还叫平庸计划的，咱头一种地方这样，说出哪里个什么金巴拉的龙珠，出生了的那美女，如巴拉的那多少部龙珠吧，切个马拉松吧，你把这个如巴什么的那用过呀？第二出生的时候也，第一大概七八公里，当天在干年嘞，年嘞，年嘞嘞，用，用的还等于在那，他那么给一些你，可惜我那么给一些你研究不就工作上在哪里，有那啥嘞？这现在这个话，对不对？上街他们就大把的人拿过来交的，他说：“别让马光过来，今年是五十岁，光这个交的，今年是拉他们钱给交的。”这农业的这个方面，就是各地农业做了，这个哪样样子有，
出个计划去啦，这这两分啊，两分有嘞，这他们这个，这到了这啊，双方的这老板的朋友的那说话，他们就搞了这，他们这个双方当这个老板的钱嘛也不少嘞，这你到了新年双方的老板的年龄干的，五年年龄给了这新年双方可以就不嘞，我们讲的这几个把这，我们那说过嘛是讲。他们从前面也讲，他们那个小鬼帮着你搞啊，民工前面也，这我那这么大把啊，这讲，这就是这这个什么也不对了，这里春节的，春节的商品讲那样子呢，上去小家子把个老太婆这边那送上去，他们这个商品春节了啊，他们送干了嘛，然后烧水的那个东西送。那个生的得劲的活，准备，这生活能干点儿，干完，这就上班的年纪，过早的年纪热些了，上级他们这个出发差，实际他们这个流量差，呀，同那个地方参加就不大多，但是你别问，你是别别进来的啦，哦，他们生成绩他们这个给你少了，都是平常投过药的，平常就光投过药的，但是也没工呢，同那些话他这个但是也没工。你大金你通了，你一多这些我们，你弄来的都要去，你弄来搞完出来那样的哟，这个他妈该死的那些。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